13日 ，S Hotel 盛大开幕，汪小菲与大 S 共同出席开幕剪彩活动。汪小菲平时与大 S 感情非常的好，他表示这间酒店是要献给他最爱的老婆，并且以他的 S 为酒店命名。大 S 与汪小菲出游时被拍到穿着红色条纹上衣，小腹明显隆起，不免让外界怀疑是否已经怀有第三胎。对此，大 S 笑着为大家解答。好，然后我直接回答这大家想要知道的问题，就是我没有怀孕，然后我也不打算生第三胎，只是我正好都穿宽松的衣服，然后让大家有想象的空间。然后很不好意思的是，我今天早就已经也买好这一套，然后也看起来是宽松的，其实我本身是有腹肌的，所以一切都是一场美丽的误会。谢谢。问到大 S 由明星转变成企业家，同时拥有两种身份，会不会不太习惯呢？我觉得目前的身份都让我觉得还很适应，但是希望不要扩大到全世界。我就希望老公不要做这样最后三十年，因为现在目前我们的生活中不好像有可爱的孩子，老公在这边习惯台湾，我也非常喜欢北京，两边能够这样子好好生活，对我来讲都是很大的福气。